七、八、九、十，好，下一个手指运动，好，走，一、二。五、六、七、八、九、十，好，可以快一点啊，走。好，是。好，放松下来。哎，现在享受的就是放松下来，你甩这个手都特别轻松。好，把手抬起来，下蹲。好，好，掰掰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放松，换腿。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放松。后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看谁。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好，颤个腰，脚的禅师，好，立禅。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换腿，好，抬起来，立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再换腿，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来放松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
下丘宅地加根起来，再角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右手开左，左边，走，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看到手握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右边，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还有两。两了两边啊，走，一、二、九、十，好，两小步的，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没过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后边一、二。再放松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好，现在咱们开始练习陈氏太极拳老家一路。第一个动作，起势。好，大家跟着来啊！走，一、二、三、四，金刚倒对，一、二、三。
鸡腿，开腹，六，七，八，九，对，懒扎一，一，二，三。四，开右腿，五，开手，放松，好，胆扎一，好，我背过来给大家一下啊。好，起势。走，进发好队，左，右，别左腿。开步，向前爬，往前放松，对，胆战一，一，二，三，交叉，四。五、六、好，继续。进方好位。提左腿，来扎一，合住。放松，好，再来一遍，好，放下啊，好，继续。三一，好，现在再发两张，一来再做两次啊。
做两次以后再往下面学两个动作，学一个动作。好，摆上一，好，一、二、三、四、五，可以。好，回来。走，一、二、三、四、五、六。好，现在咱们我买这个六分四臂。好，走，来，一，左手请搭手，二。往下捋，三合在肩上，四转腰，上左膝部推手推去，现在右侧六空四臂，好，再来啊，六空四臂，一。三，哎，两手心相对，三，四，摆腰，上腹，推手，哎，气也跟着呼出去啊。好，再来，六空四臂，一，单手。二下捋，三两手合在肩上，四转腰，上腹左膝部推手不出去啊。好，再来一次啊。六空四臂，一、二，哎，现在重心偏右，三、四，哎，重心左移，好，上左膝部推手，推出去，好。这个比较简单啊，大家再听做一下。好，六空四臂，一、二，哎，把这个这边勾过来，三和四，上步推手，好。来，我跟大家说是一样的啊，一份的。好，六空四臂，一、二、三、四，好，推，好，再来。六空四臂，一单手，二下捋，三四转腰，上腹推，好，再来一遍啊，六空四臂，一。二、三、四、五，左膝部推，哎，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啊。好，再来一遍啊。
六风四壁，一、二，下旅，三、四，转腰，上腹，左虚腹，飞。好，再转过来，大家来跟着做一下啊。好，六风四壁，一、二、三、四、五。陈老师的这个 WiFi 是不是又有问题了？大家稍等一下，我看他是看是怎么回事。嗯，这个网络啊，这个我看一下，稍等一下。你再，管老师，你再解开一下，看能不能解开。陈老师呢？嗯？那音频的话，他自己得打一下才行。对，不知道你对你给他解，哎，可以了啊。这边又没了。哦，可以了，可以了啊，好。哎，谁？就接下来台词话，你们有不少。可以，现在可以了。你能看见吗？能看到，能看到，可以的，可以，声音也可以，声音也可以。啊，他现在是分校了。酒店版不知道呀，那你已经交半个小时了。可以的，可以。好，来，来说金光脑对，边来上一，六风四壁单边，好，走，来上一，一，二，起腿。拍手，放松，六风四壁，一、二、三、四、五，好，再来一个啊。胆大一，一、二、三、四、五、六，放松，六风四壁，
一、二、三、四、五、六。在那边，来加一，一、二、三、四、五、六，放松，六方四壁。一、二、三、四、五，好，再来一遍啊！胆战一、一、二。三、四、五、六、六方四壁，一、二、三、四。五、六，来，再来一遍啊！走，一、二、三、四、五。六，六方四壁，一、二、三、四，推，好，来，把那几个动作连续来做一下啊。起势，好，金刚宝臂，再一，六方四壁。好，这个点起势，金刚宝贝。
百杂鱼。六方四壁，搭手。来，再来点啊。起势，立方等对，百杂鱼，六方四壁。好，下来啊。好，咱们我这面对着大家，咱们练的是一个的，我练的是左，你们注意一下。好。起势，金刚倒退，懒杂鱼，六方四壁。好，再来点啊。好，起势。
上一。六峰四壁，下腰上左屈步，背手，好，来，我最后一遍，再带着大家练一遍啊。好，起势，低杠倒退，懒大一，六方四壁，好，好，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现在主要是大家需要就是在下面多熟练，哎，熟能生巧，把这个肢体要跟它协调，要跟它合好。哎，先。陈老师，你还得打一下你的音频。好的，好了吗？好了，好了，好的。下面请这个 Linda 发言提问。Linda， 请打一下你的麦克风。啊，好嘞，哎，我打开了。那个，我看哪只手啊？还是说，有一个方向？还是那个眼睛是怎么做？啊，这个眼睛要随手走，手往哪里，那眼睛的余光随着手走。那是随那个左手还是右手呢？因为他这个是在一般看着左手还是右手？因为你看啊，因为他这个，比如说，你这些现在下面还没学了是吧？单边是吧？哪个洞先看哪个？右手先动要看右手，左手动，你看右手动过以后， okay. 现在看左手，它是随着，你看，嗯，啊，这样的，咱有好多动作，就是比如从左往右，两个手就是同时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看看哪个地方，就比如两个手同时走的时候，比如从左往右，比如今天学那个六峰四壁，看一下啊。往下捋的时候，哎，这个眼睛随着往下走，然后最后重心斜视到左手上。哦、OK。到了这以后，看到左手，然后再合，哎，再转腰推，推的时候要看右手了。哦，这样的，那是不是可以认为身子往哪个方向转就看哪个手啊？就是比如往左的时候，哎，就看左边手，完了转到右边就主要是看右手，是这个意思啊？哎，有时候它会有个，对，有个主次，对，有个变换，对对，有个主次，反正可能学多了就意会到了哈。现在只是毛皮。刚开始因为啊，
知道往哪儿，先知道、啊、先知道这个眼睛随手走，到具体练经的时候你、嗯、那你是吧，怎么走对对就都好了，可能熟了就知道了哈。嗯，好，谢谢老师哈，教的特别好，特别有耐心，特别仔细，谢谢老师。也怕你们学不会嘛，所以是是不是、不，老师教的挺仔细的啊。行，谢谢老师，辛苦了啊。嗯，好了，我的问题完了，谢谢老师。嗯，好好，下面请这个魏军魏老师提问。魏老师打一下你的麦克风。魏老师打一下你的麦克风。哎，好好好的，魏老师请问。啊，对，可以了。陈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听得见吗？听得见。好像我看不到陈老师了。嗯，他的 WiFi 好像是有点问题。好像掉线了吗？嗯，好像是掉了。这刚才是怎么回事？哎，好，陈老师上来了。嗯，对，刚才在一直中断了。陈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六风四壁最后的推手是推向正前方呢，还是稍微往右偏一点？哎，右侧方，在侧方，右侧方，在右侧方，不在前方。哎，在右侧。啊，右侧。然后呢，这两只手的这个高度是和肩膀同宽同高吗？它略微比肩膀低一点，稍微低一点，对吧？对，略微比肩要低一些。好的，就这个问题，谢谢老师。好，好，好，好。好的，下面请这个 Galaxy 讲话提问。哎，是我吧 ，Alex？ 我不叫 Alex， 但好像我的这个名现在是变成 Alex 了。啊，我想问一下老师，那个我们现在打的这是多少式啊？我们现在学的就是老架一路，老架一路，咱我们也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也可以学十个动作、十二个动作，或者二十个动作，哎，这个都可以。咱们一个一个接，一段一段来。OK， 老架一路，以前好像听人说过有六式，说陈氏太极拳有六式，有十三式，然后还有什么八十三式什么的。嗯，对，这个都有，咱们也可以学十个动作，是吧？ Okay. 可以学十五。何动作这 都行 OK、啊、它不是说固定的六式十三式什么八十三式啥，不是固定的，学多少个学多少个。对，因为根据因为年龄也不同，你要学太多是吧，太多但是上年纪的人他会记不清是吧、哦、其实练个十个八个动作十五个动作是吧，一二十个动作，哎，这都可以得到锻炼的效果。啊，好的。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你练时间长了一点。啊，好的，是老架一路是叫老架，是老架一路是吧？对。老架一路，这时候或者忘了。嗯。老架一路，它总共是73个动作。OK。OK。啊，73个动作，咱们可以学，是吧？学十个八个，学十几个是吧？这个都行。OK。
根据大家看看大家能记得的记得住的就可以多学几式，如果记不住了咱们就学个十个八个动作就完全可以，自己就可以练习，可以健身。刚才学的第三个叫六风势臂还是四风六臂？忘了它是六风势臂。六风四臂，一二三四的四。那个臂。我把那个名称给大家写到那个群里边，发出去。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就留把机会再留给别人，然后我就。好，老师辛苦了，谢谢老师。大家都也很辛苦。我们不辛苦，我们学得很开心。好，谢谢老师。这个岳红大姐提问。好，你好，陈老师，辛苦了。你好。陈老师，就是今天学的这个新的动作，就是六风四臂，就是那个手在过来的时候，怎么上到肩上去的？怎么上到肩上是吧？对。往下捋。对，看见手吗？捋，然后两手往后翻，往后翻，合在肩上，直接合在肩上。往后翻，然后合在肩上，哈。合在肩上，手心往后相合，然后看这个大拇指，然后再往后抬吗？什么？要往上抬一点，抬到肩上是吗？对，你要合在肩上。OK。因为他这一合，他就是要发人，要打人了。一合劲就是要发力。所以合，你看了就是柔和的推出去。然后合了是在本身。好，谢谢他，谢谢陈老师。好。好的，下面请这个 E 的 iPad 提问。请你打一下麦克风。好，老师你好。我请一个有个问题没看清，就是那个懒扎衣的那个动作，两个手打开以后，完了要合起来，合到那个前胸的那个地方，那两个手是手心朝着你。手心相合。你说这个手心，一个手心朝上，一个手心朝下，那就是左手朝下，右手朝上。对。然后走的时候右手向外旋转，同时看这手看。左手叉腰，右手一边弧形打开。对，现在就是协调你这个肢体，是吧？你肢体协调了，你这身里体内外它都会协调。好，明白了，谢谢老师。好。下面请这个华为 P。下面可以多练习，多熟练，不要管他动作做的是吧好不好，你自然多熟练。好的，华为 P。下面请讲。老师好。其实呢，前面您的回答一些问题呢，或多或少也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就是想能不能请老师下次在那个讲解的时候把这个手身体脚步的运动轨迹和这个最后定型的时候那个方位还有那个位置的高低这些能够在你讲课的时候能不能讲稍微详细一点。好。因为这个呢，就是根据这个身发的高与低，怎么听见吗？现在可以听见了。啊，
这就是说为什么说练太极拳它分有几种身法，一种是高身法，一种是中身法，一种是低身法。因为咱们练拳这些人呢大多都在上年纪是吧，年纪比较大一点了，这个身法呢都可以高一点是吧，身法可以高一点，你像太低的话你大家都腿力也支持不住，也许会腿力它会受伤，所以说咱们要尽量咱们这个刚开始练要练高身法，不要练太低的身法。嗯，好的。那有时候比如说像那个手啊，这个转变从左到右的转变，就是不知道那些两个手的关系啊，然后比如说捋的时候是从什么方位到什么方位，最后定型的时候伸直是朝正前方还是朝那个右前方，像这些呢就是说请您在讲课的时候呢能够稍微仔细一点，我们就可以稍微询问。谢谢。行行，可以啊。好，谢谢老师，我都跟你完了。好。嗯，看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还可以继续问啊。没有问题的话，那陈老师谢谢您啊。那今天的这个太极课就到这儿了。好的，谢谢。好，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